海清现身上海出席活动。在活动现场，海清透露自己在接拍的新剧中戏路有所改变，在新剧里他不再忙着家长里短，而将演绎一个爱情故事。而当记者询问具体的剧情时，在一旁经纪人的提醒下，海清和记者打起了太极。我演的是因为我到时候有机会再跟你们说吧。